应付及时及孝心之名，阿门。共读圣马之国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还门徒经过加利利亚，耶稣不愿叫人知，因为他那时候正加封他的门徒。耶稣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人子将要被交给人的手来，为人所杀。”被杀之后，过了三日，他必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方法，又惊来问伊。因人来到各法王入来处来，耶稣问他们的领导路上争论什么，他们就无出声，因为因人到路家都争即将相抓。耶稣坐落，叫了十二人过来，给他们说：“向主官就爱做向抓的，就爱做正人转向水的，爱做正人的仆役。”耶稣就带了一个女子过来，帮助伊人争，又跑起来给门徒说：“想用我的名收留一个正样的女子，就是收留我。”想收留我，并不是收留我，而是收留那派向我来的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咱今日个福音有三段。第一段，耶稣主陪着咱，伊爱受迫害，咱爱掠伊，爱谋害伊。将伊处死。在第二段里，陪着门徒因人做正地将是上大个。耶稣主就教训因人呾，恁爱做大个，爱做正人个仆人。第三段陪着一个，恁爱收留水奴仔，毋做呾是逆反水个水奴仔，就是呾这个社会地位无遐贵个人啊，就是。平民无地位的人，好了，咱拍第一点，第一点耶稣主答伊爱受难啊。耶稣主马尼哥宣讲天主个这个天国个道理福音，又医治了病人，或开除了这个魔鬼，但是至少咱从你爱来害伊，咱不明白啊。所以可能你受迫害，人在其实是真个有做啥个事发生啊？人在比如理解，人在跟侬在明白这个马德特里莎受难这个德勒莎啊，伊做了好侪好事啊，什么修老就说病人爱死个人，什么修复人，但是也有人答应个派话啊，答应是无心啊。真个爱帮助这撮困难个，爱伊人，对伊所做个无得感谢啊，或答应个派位。你若有时听到就有一个国，有一撮国家，有人跋倒，有人好心去解扶起来，要伊一个老人个家人或反过来答，硬是你。该将伊弄倒啊！所以爱勒背，这个人明明是路过好心啊，救这个老人，但是这个家人你反过来，唔抓到无感谢啊！这个救个人，或反击他，是伊造成这个老人跋倒，了爱伊背里就先个是人听得着，所以人在虽然。耶稣主做了真多好事，传传天主的福音，但是伊受人迫害，伊受苦，所以咱家己本着爱了解，咱做好人做好事，唔是特不是本爱受人别人个感谢个，但是咱愿意唔愿意？继续来
画出耶稣如何应该称圣。其实咱反对人家，有时是因为因人家己个思想，因人家对咱对事个态度啊，就是自私个。所以自私个人就是想家己个益处啊，不想别人个益处。所以因人家那个思想无变样，咱对个是耶稣主个福音个精神，因人对个是世俗个精神。如果咱是妒忌啊，伊找着好人做事了，找着别人呾哇，真正欢迎啊，就伊人妒忌啊，所以妒忌伊人就只爱将这个好人拍倒啊，拍倒了伊人只相信人，伊人家己本是袂歹。所以世界是有这些个人，了另外有个人是因为自卑啊啊。所以就别人好啊，就感觉啦，别人好，或者是家己无好，所以爱反对好人。了，咱做耶稣主个门徒，咱行个路是耶稣主个路，咱信个是耶稣主个福音。所以虽然咱做上司，别人哩推人骂。让爱记住，爱做相思，让将上好的向出来，让出去出时间，出那个本事来修好别人。别人感觉到未够啊，伊人话要求较入罪，让阿卖卖亡啊，让记住做人有帮助的，让。老实人好，别人来欺骗人，但是人卖恶别人，绝对人就是做，人技术是做，人老实人，因为那相信的是耶稣主的福音，所以就是讲人在做好人好事，不是珍贵的，有困难的，但是人袂惊，因为主甲人同做。那耶稣主基本受真多苦，尤其后来为人牺牲做十字架着，所以人愿意对伊个路，人就迈行是出困难。感谢大家，无创恁个天主降福临门，应福及子及下生之命，阿门。要咱过咱个十二个个时候，啊，想着别人为别人祈祷，安尼就是咱个那个圣德、个爱德、合之为一。希望咱家有人拢做帮助些作教，安尼咱就增加做耶稣主个门徒。感谢大家，无传恁个天主讲了吗？平和、及子、及下生之名，阿门。